尊敬的退友们，大家好！这是6月3号，文贵向大家报平安的直播视频。几天来，由于这个在准备全球新闻发布会，然后呢，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，所以说没有向大家报平安直播视频，也让大家休息调整一下。这个由于6月1号的报平安直播视频呢，大家确实是。我看到这个咱们推友们有很多的这个反响，有这样那样的意见，我收到了。哎，你把门关上好吗？所以呢，这个今天呢，文贵还是这个本来是说要报5分钟啊，这个5分钟平安视频，结果呢，很多推友呢就说这定的11点，后来北京的朋友呢就说这个能不能早一点，因为大家想早休息。再一个，本来我准备的是5分钟，大家说时间能不能稍微多一点？这个我这样我尽量啊，因为也有推友要求是1分钟的，说每次只报1分钟就够了，因为微信上好传播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我尽量今天这个30分钟吧，好吧？那么首先我今天我想给大家要谈一下我看的这个群，我想给大家今天呢这个先说一下关于明天的日子，六四。大家听到这个刚才音乐了，我都不敢再听下去，再听下去又受不了了。我这个人多愁善感，这是天真多愁善感是我最大的弱点嘛。这个相思小蚂蚁，当时是当年我八弟和我妻子，我最爱最爱听的音乐。这个我八弟的在8964的这个被警察打死啊，虽然不是为六四死，但是呢，他改变了我的命运，在六四的头一天。啊，我坐在这里和大家推友们来这个分享当时这个音乐的时候，这个感慨万千。这个相思小蚂蚁呢，本来可以跟我的弟弟和我的妻子，这个一直延续到我们的伴随着我们的生命。我的弟弟也应该有他的家庭，也应该有他的孩子。但是就在他差还有这个几个月满18岁的时候，就被这种非法的黑警察给打死了。不但打死了，到医院里还不让他给他治疗，这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体制，能让警察这么多年来到今天还是这么的嚣张？这个我用鲜血啊，这个记住了六四的这个日子，我用我的这个22个月的失去的自由啊，记住了这个日子。这个当年1989年的4月份。我从北京到黑龙江，从黑龙江开着车，这个沿路辽宁啊、沈阳，又回到北京，从北京跨河北回到河南，沿路之上那个记忆，那简直是我人生我认为最浪漫的一次这个开车的旅行，而且在我的车上有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哈尔滨的造反派的这个头啊，文革主任。还有当年这个哈尔滨很有名的几个老同志啊，老领导，也后来到了沈阳，也见了几个军队的同志，到后来到了北京啊，红旗村啊，炮兵部的大院儿啊，跟很多军队领导在一起，提前听到了这些老革命对这个事情的判断。今天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这个历历在目啊，感慨万千，感慨万千。这个我就不想多说了，因为最近几天呢，得到了老领导多个老领导的这个劝告啊，没有警告，人家都是也很客气，但是呢，很坚定地说，希望文贵这个时候，这个不要在六四这个日子呢说太多的关于六四的事情，同时呢，要以这个相向而行，相向而行，不要说太多啊。但是我还是我觉得。我本来我想说的，但是考虑到各方面吧，啊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因为我说的多了，这个我郭文贵啊不能撒谎，我这个一撒谎自己就笑了，因为我每天跟这个谎言家们在一起，这个有时候想尝试撒谎的时候，说着说自己都笑了，说我也撒不了，那我说真话呢，那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，也会很多人不高兴，可能是很多推友们。也会表示不高兴。从1989的4月到1989的6月4号，然后到今天，
28年过去了，这个我真的，我发自内心的，我跟很多朋友聊起六四的时候，我都去问他们，我说八九六四的时候你做了什么？包括当时这个因为六四跑出来的很多这个民运的领袖，我说你做过什么？他们讲述，我说那从那一天到现在你又做了什么？那么所有的人给我讲六四的时候，我说你讲完了，那是一个历史。你告诉我，你现在能为他们做什么？而且我跟很多朋友说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，任何一个有良心的，一个中华儿女，你都不应该忘记。但更重要的事情，你不应该用这些英雄们的鲜血来铸就你的名声。躺在这些英雄的尸体上和鲜血上，让你今天变得有名，也就是所谓的纪念。我相信那些英雄，他什么样的回顾历史，都是对这些英雄们的不尊重，也会让他们失望。甚至有些人在评价六四，评价六四本身就对六四是个侮辱，六四不需要评价。六四没有任何人可以评价，包括我们的政府官员。这就是我对六四的意见。如果任何一个良知的人，应该说你能为他做什么？你又为他做了什么？这些英雄们和六四和这个国家为此付出代价的一切，需要的是行动，需要的是传承。这就是文贵对六四所有的感想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想说一下，就是6月1号这个我做了直播视频以后，有一些推友啊，这个还是极少部分推友，这个说我被招安了，可能被招安了。说这个话的一定不是推友，因为绝大多数是五毛。在六四前夕和最近的两周，我一再说过，现在五毛和七毛在毛省啊几个点上专门的接受了专业的培训，就是对付郭文贵的。全国的网警第一个屏蔽的现在就是郭文贵和有关的字儿、有关的信息。五毛已经转换了战略，从过去的直接骂和侮辱已经变成了和我相向而行，先赞美，然后再怀疑，然后再打击。包括穿上马甲，先夸奖一番，然后举出似是而非的证据来缴获我们这些善良和真诚的推友们。包括打着这个帮助和赞美的名义，然后呢这个进行了这个另样的攻击。所谓的招安这个词儿就是五毛出来的。这我们这个推友当中有太多太多的精英和天才了，由于大家的善良，就被这些五毛和七毛们给利用了。包括我们现在那个穿着马甲的那些大师们、大 V 们，就像这个最近这个一两个月来，这个李卫东啊，还有叫大白熊，这个最近啊，这个说服张立凡先生啊，这个说服各个的，包括胡舒立，当然是他的合伙人、老板了，胡舒立女士，包括其他的大 V 啊，到处游说，就是推动五毛的这个战略，然后煽动一切大 V 来挑衅文贵。这个包括了这些盗国贼们，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处女潘石屹先生，还有我们的这个胡舒立女士都到美国来起诉了。这在一个月以前我就说过了，他们的战略就是给郭文贵在美国和海外制造一系列的法律麻烦，然后呢这个想尽一切办法啊，在国外媒体上这个执行他们当初的战略，造谣、污蔑、毁掉名声、毁掉这个文贵的资金链、朋友圈。
那么我们的推友的这些意见呢，不管是五毛还是推友呢，我想简单的回复，那就是文贵从上推特事件那天起，我没有任何要求推友为我做什么，我永远也没资格要求，我也不要求。很多人说文贵应该要求推友做这个做那个，我不希望推友们要求我做太多我做不了的事儿，当然我也没有资格去要求推友为我做什么事情。我永远不会要求推友为我郭文贵做什么事情。另外，官一被招安这个词儿啊，太不适合文贵了。昨天晚上，我和几个我非常非常非常尊敬的几个朋友，我们吃了7、8个小时的饭，喝酒。到最后似的，我问他，我说你们给我评价评价文贵的结果和未来会是什么样子？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心声，当然了，都有自己的意见，基本上跟我的想法都是不对的。文贵的结果非常清楚，第一，被杀、被暗杀或被明杀，就是被杀。第二个结果就是被抓，啊，被谁抓不知道，被抓。第三个结果，郭文贵侥幸，啊，消失匿迹。第四个结果就是郭文贵一直坚持着郭7条走下去，直到有了一定的效果，全部达到不可能。那么在这4条之前。这个保命、保钱、报仇，啊，保命我刚才已经说了，保钱任何情况下他们把我的钱给全拿走不可能，只是拿走多少，只是时间问题，啊，谁也拿不走，甭说是共产党执掌天下，明天 IS 到中国执政去，他也不能全拿走，啊，报仇那是永远不可能放弃的，啊，保命那是我永远。只要我相信这些盗国贼们有机会，任何条件下一定要把郭文贵给杀掉灭掉，这是永远的威胁，他不可能有结果。接着就是郭7条，我反对以贪反贪，我相信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会听进去，而相信会有改变，这是符合全党全国的利益。我反对的是以警反贪，我相信现在已经有了调整。我反对以黑反贪，我相信19大如果顺利召开，如果不被盗国贼绑架，盗国贼不继续在常委里边的话，一定会得到解决。以黑反贪、以警反贪、以贪反贪，这些事情一定会得到大的改变。以贪反贪这个事情。一定会得到大大的改变。那么前提是，我不反习主席，不反国家，不反民族。我从第一天上明镜的第一期节目，陈小平先生，我就说过，我反的几个人，我反的谁？文贵不是一股脑子一热就出来的，我也不是随着什么时境调节，也没那么高的智慧，也没那么高的智谋。这一切在我计划之中，3年的爆料不会少一天。但是我需要推友们和我一起来见证这个历史。文贵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，我也不寄希望于任何人的帮助，我也从来不奢求任何人的帮助。前天晚上，一个被抓起来的一个正部级的。也是被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其中一个领导的孩子，找到了我，又有声音问题了，找到了我，啊，这个说叔叔，我看到了您的爆料，我现在在某国，我手里有现在常委的谁谁谁，政治局委员谁谁谁，他的海外账号，私生子。特别在洛杉矶的几个
这个人工受精啊，这叫什么试管婴儿的这个资料，还有一些视频资料要给我。那我问这个孩子，你爸爸既然是你也承认有腐败，但有些是冤枉的，有些是被政治打击的，为什么这几年你不出声呢？他给我讲了很多理由，我可以理解。我说你给我这个资料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去公布呢？现在自媒体那么发达，你也可以给很多其他媒体。他说他害怕。我说你是想救你爸呢？你还是想让中国走向法治社会呢？反对以贪反贪呢？你郭叔叔的这个郭七条呢？他说他就想替他爸报仇。我说很抱歉，孩子，你这个资料你郭叔叔不能要，我也不想用。我不会成为任何政治斗争者的工具。你爸爸贪腐是真的，我相信查实的要比爆出来的多得多。我跟你爸虽然那么多年了，但是你这样的个孩子，你要明白，你爸爸就是因为你，才做了很多违纪和违法犯罪的事情，而你几年来不为你父亲去争取，你这时候还是以一己之私。还是仅仅是所谓的报仇，郭叔叔不能成为你的工具，我也不要你这个资料。这就是文贵我做事情的原则和道德。大家可能很清楚，最近我这里几乎成了举报中心，什么事情都有，找我的什么事都有，那就我没办法数得清了。我最近看这个 Signal 的时候，基本上我就是看这个一开始的文字的题目。只要是有爆料有关的信息重要的，我就点击；如果是问候的，或者是没用的，或者一些无聊的，我就直接就不打开了。我希望推友们能理解，我真没那么多时间，我的眼睛真的是看的现在已经是白内障、青光眼都有可能了，反正模模糊糊。那么这个孩子的事情就告诉我们，任何事情不能依靠别人，主要靠自己。如果所有人都保持了沉默，都寄希望于别人为自己做事情，这比所谓盗国贼腐败还可怕。这也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有赵高李斯、有金上公子兰、有郑袖这人物的层出不穷的原因。因为我们自私，因为我们懦弱，因为我们最爱讲，我们是精神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侏儒。就像很多国外的朋友在问我，为什么你们那么多人对六四这么多纪念活动，这么多年他们做了什么？我说这是我一直以来问的问题。我们用纪念就能让英雄复活吗？我们用纪念，我们用咱这块喊几嗓子，拉几条横幅，点点烛光，我们就成了真正他们的传承者吗？这位孩子对待自己的父亲都如此的自私，他还能对别人吗？文贵今天坐在这里，我是拿着我全家人的生命和自由，我全部员工的未来和自由，我年迈的父母的身体健康和生死，和文贵的千亿的财富和随时面临着的生命的危险。任何有良知的人在怀疑文贵。追求过七条的这种决心和勇气，当然是别有用心。要扪心自问，你自己做了什么？任何时候评价别人的时候，或是批评别人的时候，先问问自己，自己做了什么，自己能做什么？那么，关一被招安，我先搞清楚，今天主题就是盗国贼与国家的关系。我不是梁山伯上的宋江，我也不是梁山伯任何人物，我没有与这个国家为敌，我没有与国家为敌，我也不会与国家为敌，我也没有必要与国家为敌，我也不与习主席为敌，我也不与这个民族为敌，何来招安呢？招安这个词儿用在郭文贵身上是多么的别有用心、险恶用心呢？多少人不希望我和北京好，善良的、任何有正义的、
推友们，我的救我的员工难道不对吗？我的家人现在只剩我一个亲侄女，现在在里面关着，剩下的15个人都是我的员工高管。中国这些年已经900多万人牵扯到各种所谓反腐的案件当中，有多少个老板继续给员工发工资，负责家庭生活一切费用，每家给派专车，请最好的律师，还有不惜一切代价的要把我的员工救出来。中国有本事的老板举举手，看谁做到了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有事实，大家可以去验证。我救我的员工难道不对吗？我为了救我的员工，我为他们跪下，我为他们给抽打，甚至失去自由，我都值得。我连我的员工都不要了，连我的侄女都不要了，你觉得我会要推友要理想吗？这现实吗？我在中国现在没有任何所求了，只是我员工的自由而已。关于那些资产，依法给就给，不给拉倒。如果不给，是中国私营企业的灾难。所以我怎么会被招安呢？我一不图官位，你给我什么官我也不会去参与这个官位去。二，我不求名声。三，我不求利益，我何来招安呢？任何一个有脑子，任何有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，郭文贵为此付出的代价岂是招安能说了结的吗？郭文贵在这个爆料这几个月和过去结下的梁子，得罪的人，那我们的处长潘石屹先生，黄燕女士那小手，怀孕的小手，岳文还得该吃吃该喝喝，啥事不往心里搁。那徐子斌的正民族证券的老总，那盗国贼们，那王岐山书记都让我爆料了，那傅振华都被我爆料了，那我回到北京是什么结局啊？用老领导的话说，你一下飞机摆上就砸死你，没人能保证你安全啊！我能被招安，我招安了，我甭说100个习近平主席也保证不了郭文贵在中国的安全，因为谁他都控制不了中国100%，他怎么可能保护郭文贵呢？多少人现在这就在他身边骗他，多少人想对习主席不利啊，他能保护了我吗？那就甭说别人了，别人保护我那不就是骗我吗？把我当孩子耍吗？我在我这个纽约的楼下发生了多少事情啊，我就是不能给推友说，有意义吗？我从来不想把负能量的事情传给任何人，包括我的家人，因为恐惧和害怕解决不了你真正的恐惧。解决恐惧的唯一方式就是实力和忘掉恐惧和面对恐惧。所有的抱怨都是无能和懦弱的，任何有能力有理想有执行力的人一定不会抱怨，也不会随意批评别人。我头两天批评了一些媒体上的人，原因他们的背后全是盗国贼。这就为什么说盗国贼和国家它不是一个等号。头两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老领导给我打电话，我听他讲完以后，我问他几个问题。我说我揭发这些盗国贼是不等于就是叛国？他说不是。我说我揭发了这些人腐败是不是就是叛国？不是，他说。我说我揭发的过去这些那么多事情，我提供的证据已经可以印成两本书了，在中国反腐历史上有过没有？他说没有。我说我揭发的这些人他是不是就是代表着国家？他说他们是国家公务员，他们的行为不代表国家。我说那我问你们，那何来的让我要维护国家利益呢？郭文贵现在所作所为就是在维护着国家的利益，我怎么成了反对国家了呢？我怎么成了叛国了呢？
你一口一口让我维护国家利益，一口一口叫我维护着民族的利益，这些人就是代表国家和民族吗？我说，连我们伟大的、明镜的和平先生都没把这事情搞明白。那陈小平先生是我认为最有法律博士水平的，他们也没搞明白，就没人说这些人是否代表国家，这些人的行为是否代表国家，更甭说代表民族了。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？如果说这些人是我举爆料。检举揭发不合法或者虚假，国家啊应该以国家的法律或者他们个人来用司法手段来面对。你像潘石屹先生到美国起诉我胡淑丽女士，我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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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激。我们终于可以不用攻下三路。不用录制郭文贵三协视频强奸女员工，让马建福部长出来游街来斗郭文贵了。我们可以通过文明，现在最文明的社会最基本的逻辑，法律，求个是非，求个对错，求个黑白，多好啊！潘石屹先生、胡淑丽女士，求求你们，千万千万不要撤诉，千万千万，你们不要和解，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！我们能在美国向全中国的私营企业家，向全中国的所有被妖魔化的人，能得到我们信任的法律系统，得出一个公正的判决，这将是创造历史。可是，我想说的事情是。那些盗国贼不代表国家。现在很多推友被五毛所误导，郭文贵干的事情不是英雄就是混蛋。我既不想当英雄，我肯定不是混蛋。郭文贵过去杀人放火、流氓、骗子、丑陋、强奸犯，不管郭文贵是啥人。和我揭发盗国贼们是否盗国了，是否以黑反贪、以警反贪，是否是犯罪了，有关系吗？跟郭文贵那个86楼、88楼这么全世界最贵的房子，跟他们拥有合法吗？他们拥有百套的房子，跟郭文贵有关系吗？他们偷了2、3万亿，跟郭文贵有关系吗？没关系。跟郭文贵是流氓、是土匪、是强奸犯、是什么丑陋没关系，郭文贵长了仨脑袋，长了6个手没关系。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，咱通过法律解决。盗国贼们不要利用国家机器，以个人的身份来起诉我、来告我，或者一起上明镜电视，咱们讲一讲、说一说。就这2、3年来，打着国家的名义，以维护国家的利益，又打着是习主席的批示，然后嫁祸于人，全世界追杀我。昨天下午，美国的司法部门给我开会，告诉我两句话：现在中国派出来想杀你的、欲杀你的，超出了你的想象。而且禁令我几乎每天都去中央公园，说从现在起，这最近1星期你不能去中央公园，要等待他们的调查。而且他们说你根本不知道北京有些人是准备什么招对付你。我说你们挑拨离间，我们的国家政府没那么坏，只是那几个人那么坏。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是好的，我是发自内心的，我没有任何战略的考虑，这是事实，绝大多数人是好的，我可千万不想掺和到任何所谓的要推翻共产党，然后这个改变国家，叫我一个人，你们太高看郭文贵了，郭文贵真没这本事，文贵可没这能力，更没这野心。
我只想实现七条，国七条。国七条的实现必须是有民主和自由相对的空间和条件，才作为配套才能实现国七条。而结果还是那句话，中国不能乱，谁让中国乱，谁就是中国的罪人。绝对不等于说乱了中国才能进步才能文明，我绝不同意。印度没有乱他也实现民主了，新加坡没有乱他也实现了这个特色式的民主和自由法治社会了，香港也没用乱他也实行了法治了，台湾也没有大乱死人，台湾也有了民主了。为啥中国非要死人乱呢？非要把这个党给他推翻呢？如果共产党把这一个衣服换换颜色洗干净，承认一切过去的像六四这事情彻底解决，分成两派，像美国一样，实际上就是两党嘛，就两派嘛，能给社会带来幸福安详、公平公正、民主自由法治，何尝不可呀？郭文贵无权利无能力来评价这事儿，我只想推我的国旗条，我爆料不会停，那就是让所有的贪官必须清楚，如果有一天你被抓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国家的法治都不能给你公正的审判，你就会得到了被徐明、李明的下场，雷洋的下场。如果中国人不推正法治，都可能变成雷洋，变成聂树斌，变成709律师，变成这些老兵，变成这个易珠宝和范雅。头两天几个老兵给我单独视频，有几个老兵讲的还毕竟是老同志，讲的有道理，说我们都经历过这么多事情，有能力也有胆量走上街头做我们一些事情，他说但是现在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不需要这样，需要的是大家团结起来，争取到真正大家想要的，而不是哪几个人想要的，而不是一己之私。我完全赞成。这些老兵们的很多家人还在现役部队里边，现役部队的这些当兵的们跟家人都在保持着联系，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。我不相信好多领导所谓那些官员们真正知道真相，这种官僚体制、大粪坑的文化、上欺下骗，不可能让中央知道真相。我最近跟他们联系很多，他们给我讲述了很多现役军人的他和他们之间的联系，我看到了一丝的希望，就是在务实的用实力、用行动在追求自己想要。所以我今天想说，盗国贼们不代表国家，国家利益和盗国贼们是矛盾的，我在做着维护着国家利益的事情，我反的是盗国贼，我推行的是国七条，不存在招安，竟没有梁山怎么个存在招安呢？郭文贵也承担不起很多人给我赋予的神圣的和那些责任，我做不到，我只做我能做到的事，我只说我能做到的话，我也不寄希望于任何人帮我，我也不会要求任何人为我做什么，我连自己的事都做不好，我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去？我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我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去为我做事情呢？和有什么能力去解决别人的事情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再次的奉劝所有的五毛们和七毛们，你们批评是没问题，那是你们的工作啊，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的事情，你们的家人、你们的兄弟姐妹，包括你们的未来的子子孙孙，一定会为你曾经做过什么。我不希望你们那一天在你们子孙面前撒谎和脸红，或被你子孙吐一脸唾沫，因为文贵不怕你侮辱，这是在大粪坑游了那么多年了，被胡淑丽女士委实博训，都把我妖魔化成那样了，还能再妖魔化吗？杀人、强奸，一个国家录视频侮辱我，还能把我说成什么样呢？我都不在乎了，我在乎的事情，我希望你们
不要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，来让这些盗国贼们逃脱应有的制裁，这才是国家的利益。所以，我希望某些领导不要跟我说我做的事情是伤害国家，他们不代表国家，他们是盗国贼。我相信习主席一定会弄明白谁到底是盗国贼，谁到底是真正的威胁，谁是国家的威胁，谁是他的威胁。这是我现在最在乎的。关于我现在这个爆料，6月16号我们会有个大节目，接下来还有全球发布会。大家知道，从过去几个月来，大家记忆最深刻的是511、529。5月11号的爆料和5月29号的爆料，大家都看到了，511当时就达到了40多万，后来60万，现在这个529已经达到80万了。而事实上，在推特看，已经2900万的这个转播率，在国内绝对超过6个亿，6亿次，广泛流传。现在的这个文贵的直播视频，已经超出了所有的当初不看好文贵人们的想象。为什么？不是文贵多厉害，也不是说今天这个有什么神人高筑，是天意。是人民的需要，是人民的力量，是真相的需要。这些感人的故事我没办法说了。远在伊春的，我大概将近30多年前，我15岁时候去过住过的一个交通，那是东北的，就是那种汽车旅馆吧。那时候没汽车呢，就是来往的这个车店住的一个开旅馆的家人。还记得我文贵郭老七给我发推特，讲述了我当年住在那个炕上，然后呢，这个怎么跟他们一家人吃饭，然后大家怎么看我的，最后对我的这个直播视频进行了点评，说的我真是激动万分。他说：“你现在如果再回来，看到伊春当时那个地方很多被开发了，当初的谁谁谁现在成了地产开发商。”谁谁谁已经是换了多少媳妇？谁谁谁已经被枪毙了？听到的不是死亡啊，就是爆发，官商勾结，官商勾兑吧，别勾结了。而且既然是这么大的发展了，没人看到希望。文贵的视频直播竟然传到那里去了，而且这么多人看，说当地现在的公安。他们家人有在公安队伍的，已经在查封郭文贵视频成了首要任务。为什么？就是像我上次说的，现在人类最大的文明就是信息科技、信息文明。我们现在还搞信息屏蔽，真是逆了天了，背天呐！这不符合国家利益呀！我到现在看不明白，在海外所有的。骂中央领导的和所谓骂共产党的、骂国家的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没啥了不起的，就这点自信都没有，就被这些盗国贼们欺骗上。是他们在海外有钱、有私生女、有房子、有巨额资产，怕传到国内去，结果绑架了国家，以国家的名义、以人民的名义、以国家的利益搞了长城，悲剧呀！这真是巨大的悲剧啊！但是能挡得住吗？是个傻子，任何有政治常识都知道啊。什么时候的水，洪水来了，只能是引流，不可阻挡。这比洪水要严重得多，力量大得多。今天文贵的直播视频。我就是想说的事情，我关于对六四的观点和国家与盗国贼之间的关系，还有推友们所谓我被招安的我的回复，还有郭文贵的追求就是国旗条，检验郭文贵永远给我3年时间，是否我还推动国旗条，是否我为此不惜代价，
不顾生命追求过七条，是评价文贵的唯一标准。其他的文贵既无法承担，也无法承诺，也不负责。推动过七条，我与推友们共享，我不没有任何奢求，没有任何对你们的要求。郭文贵不配，也不会。我衷心的希望，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，一定要问自己：我自己能做什么？我未来又能做什么？我们是不是永远被西方人认为我们是精神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侏儒？我希望所有的推友们和我一起，咱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也非常感谢批评文贵的推友，让我更加的进步。我也感谢所有的推友们对文贵的这种坚定的信任和支持。我首先希望推友们之间不要互相喷，不要互相掐，特别是不要互相骂脏话，太没必要了。还有所有给我爆料的朋友，千万记住，如果你能做的事情，不要找文贵做。如果你觉得有料，需要文贵能做的，比如说头两天有个朋友给我推了一个现任常委他家人的房子的问题，我非常感激，我未来会爆出来。但是你本身就是你家仇，你让文贵来说，实在是这不好。全国上下应该有1000个、10000个、1亿个文贵，这个社会多么的美好啊！国家能不强大吗？这就是文贵期盼的。我在6月6号上午8点钟继续文贵报平安直播视频，在这个期间，我每天会继续给推友们发短暂的视频，还有推文，向大家报平安，还有分享我的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向你们汇报。最后，我再次的。希望我们的六四的家属们，在这一刻不要流眼泪，不要痛苦，因为世界上没有像你们活着的人当中还拥有家里这样的英雄。这应该高兴，因为没有多少人家里有这样的英雄。我们的很多家人里面拥有的是大肚翩翩的贪官，和嘴巴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侏儒的人。凡是那一天的英雄，都会被铭记，都会被尊重，而且我相信会被传承。文贵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的崇敬。六四是郭文贵人生转折点，永远不会忘记。郭文贵没做任何事情，做的那点小事，实在是现在想起来都不配说。但是文贵会把这个爆料行动过七条走下去，等到3年时，希望你们给文贵一个评价。衷心的希望所有的推友们在此时此刻和文贵能闭上眼睛，想上几分钟纪念那些英雄们。谢谢大家，一切都是刚刚开始，我们6月6号见，谢谢，谢谢。